妈的招架不太稳呢。你说，哎，来来来，听你指挥。咱们第一本打什么？位置给你看一下。队伍图在这，当前图在这。神技招架高防，你可以挑一本。打隐身啊。OK。直接掉皮带。咱们摊着打。什么？我跟你说，这一本高级隐身进去，如果掉啊，如果掉护盾，我直播。啊不，我这个不需要敏斯啊。这本高级隐身如果掉副盾，我直播吃屎。尽我说的，耶稣也拦不住我。你有本事你就丢，对吧？不吃啊。来第二本，别录了，妈的，我都打完了。其实这个位置，反正打后排的数比较稳，知道吧？什么感知啊，什么高神啊，感知高神，还有这个后排还有什么书？隐身，先打便宜的，先打感知吧，感知吧，反正不行，反正先不走，先买了吧。反正我把高防买了。哎，你让我打什么来着？感知。高幸运也买一本，等会要用。我操，现在感知好便宜哦，270万。我跟你说，这两个我绝对会成一个，我特别有预感。嗯，另一个正好打成耐虚弥。这一本高级感知，如果掉护盾，直播吃屎。哎，你看我这样喊他就不掉副盾，他妈为了你这个胚子我也是豁出去，生育我都不要了。打什么呀？来指导。打前排吧，往后推一推吧，打那个招架之类的，招架神级都可以。挡一下吧，招机呀，这么说很稳。要稳了。这本神技怎么样？神技进去，然后推掉这个烈火。神技，哎呀，往后推了。我操！水攻掉，因为是水攻掉。我他妈吓死我了，你知道吗？吓了一批，我操他妈的！哎，感知没动，烈火往后推，你知道吗？有点恐怖的，我日。这个位置啊，四红了，是时候冲锋了，冲刺吧，魔心。魔心很稳，魔心不稳啊，魔心不稳，那干嘛要冲刺啊？他多他妈的，他还早得很呢，这。那你打高神，打高神。那法年啊，高神都能打的，法波都能打的，打高神。高神后台直接覆盖，不能不隐身，不能不隐身，不隐身容易。怎么说？掉了，神技掉了。神技掉了没事儿，没掉没掉。不一定啊，会跟上来跳位了，跳位了，跳位了。嗯，感知掉了。补感知吧，我觉得。啊，不补感知啊，打那个。我觉得我今天打出好牛逼哦，竟然能坚持到现在。打隐身，现在打隐身，现在可以不隐身。法术年纪多少钱呢？兄弟多少钱呢？不是你这交易我不知道多少钱。不要法联啊，要法联干嘛？不，对吧？哎，这法联有什么用啊？妈骗子！我操！我他妈蛇！我要法联干什么？他妈还能倒两下不成吗？他妈过来欺骗姚博士是吧？他妈哥是博士，你他妈这点小花招你行的？跟我开玩笑呢你，啊，咱们打什么？我忘了。打隐身。当我他妈的，对吧？不要覆盖，不要覆盖，不要覆盖。幸运往后推。
幸运退不太多吧。高神归位了吧？高神屌的了，掉高神了。嗯，继续高神。哎，还是宝哥好，大火区啊，打输都舒服，真的。这要是换紫什么那个蝴蝶拳，妈岩石都打出来了，真的。高神覆盖神技，高神怎么能覆盖神技呢？我操，兄弟！不要慌，稳住，哎，我操，七号位，七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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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操！不要慌，不要慌，稳住，七号位，七号位，有希望。哦，哦西吧，吓死我了。我说你别慌，稳住，好吧，稳住，包成，好吧，五百红书了，来来一本高法包冲冲喜，来一把法包推，等会儿啊，买点手诀，感谢兄弟的手诀啊，你送我比较好，卖我就不够找了，高级法术宝器。冲刺！啊，法爆不至于冲刺，就推一把，来一把推位。怎么说？可以。来，二号位出来。哦，这他妈位置有点诡异啊，兄弟！我操！不是推掉了吧？翘个了。我日！哥的小心肝。差点没了，还老动来动去的，好屌人呐！我操，你别动啊，兄弟！他妈，这有点稳啊，这都不掉。来，魔心冲起！这他妈的，这哎，他跳也好，他跳也好，他妈老跳，我心里慌，我操！他老东跳西跳的，我操，一会儿七一会儿八的，我操！全红，哎，这魔晶去哪了？魔晶四号位，五号，五号，第二排，五六七号位。发出不动多少钱啊？先不数，这个摊位上有的是。啊，等完再买，等完再买，哥忙。三个，应该是四个，应该是没动，应该是没动，哎，对，这就对了，啊，还差反震、法波、高防、高敏，有一本高敏。好，我跟你说，这本高敏是我觉得最稳健的一本书。哎，名字回去，不是慧根回去，不会，高敏直接推掉慧根，那推是推不掉了啊，这推怎么可能推得掉慧根呢？看着啊，我跟你说，上面全红，来四个红，四个红，法宝掉了，没掉，跳位了。回去了，法爆去下牌了。嗯，好，没掉，很稳，可以。掉什么了？这掉啥了？掉水攻了。看，烈火掉了。嗯，水攻掉了，烈火啊，水攻是上一本，还缺反震、高防。好的，嗯，发给我，兄弟。怎么办，大师指导我一下。高神器不太敢上，知道吧？嗯，法波吧，法波来试一试吧，法波感知感知吧，先感知吧。
弟弟，救我弟弟！这本杆子怎么说？我来看一下啊。来一本后排书。我觉得杆子应该是掉迟钝的。最好肯定掉迟钝是最好。弟弟，救我弟弟！漂亮。耶，他妈的覆盖隐身了。不好说，不好说，兄弟。要是往前推就打光。哦哦，哎，没事。哎呦，哎呦，七号没有就跳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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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用看了，跳了，跳了。哎呦，有没有可能出现在第最后一个位置？出来，凶！难受。我跟你说，我就知道不应该打杆子。你呀，真的是哈弄的。怎么说？难受。大师，听你的，反正这锅我不背。老规矩吧，幸运。我只负责打，我不负责背。幸运，哎，来，两兄弟都在。Yeah？ 哎，什么情况？有低幸运打不进去吗？嗯？哎，这什么情况？怎么可能呢？幸运不会冲突啊！你打坏宝宝了吧？啊，打错宝宝了。高级幸运，来吧，很稳，这俩兄弟同时跳位到第二盘。我咋地？隐身走起。这哥们儿是准备找给我回一下吗？不，先不先，你先怎么？哎，我觉得咱们也不摸鸡了，妈就叭叭叭的一顿上就完事了。你觉得有花招吗？他妈的，花招还是得有一点。要我他妈就他妈所有的书打进去，去他妈的，爱咋地咋地。我今天关注混得快，我操！今天人多啊！今天混了他妈快5000关注了。隐身，要鬼魂，完美。没动是什么意思呢？没动，没动就是八号位。为什么要说5分钟呢？啊，难受。老姚啊，你的手啊真的有毒啊。3.8+3.6，多少钱？